来吧，四个葱二两是吗？糖尿病不能多吃。别废话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掉到恶狗村里头了。什么乱？你不要拿艺术家开玩笑。你四个人物，我说这是好，来吧，四个够吃，这谁怕谁是吧？咱们唱吧，咱蹲哪儿唱？蹲哪儿唱啊？都这都满了，小摊儿，咱们这个哪儿？那怎么着？归后台呀、啊，还得归后台啊！啊，归后台这，还得归后台啊！哎，哦、你们台上也不弄个凳子、炕啊、沙发吗？没有，有个小座儿，搬小座儿啊！啊，我了，我搬个小，我搬椅子，我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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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来吧，搁这儿。你来吧，你来吧，这个动嘴儿，这人那仨呢？就一个，一个桌子四把椅子呀，干嘛开吃啊？是怎么着？一套吗？到饭馆了？没有，这一个叫小座。哦，行，来吧，开始吧，唱戏来。干嘛呀您这唱戏吗？这不是唱戏的架子呀。怎么着哪儿唱、啊、后台赶紧就来归后台。废话，您得出来呀、啊。哦啊，哎行，我再投了啊，我在后头跟着我。嗯特将将那么起呛起，将等将那么起呛起，将将那么起呛起，将等将那么起呛起，将等将那么起呛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先等会儿。啊，干嘛大秧歌啊？哎，真喜庆，不知道过日子怎么样。嗨，谁跟你过日子呀？啊，这扭什么呀？上来好听吗？这个什么？这家伙不对、啊、开场先来个小帽嘛，是吧？那不是二人转，来什么小帽啊？借鉴一下嘛、啊、不用不用，不要这个啊，不用，人戏有这个。那你说咱们商量商量、就是、出来咱用什么家伙呢？这干嘛商量啊？小锣啊，小锣啊，咣当咣当咣当，谁没有赔哈、啊？咣当锣掉地，现在兴这个了是吧？嗯，赔哈、啊，就兴这个呀。哦，行，就是这个、对对，省了你不合适。哦、来，嗯，赔，出来呀！我不能出去，怎么了？我看着锅呢。好嘛。您这倒省得火灭了是吧？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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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废话，咱俩同场上啊！你看你早告诉我呀，这还用告诉吗？这个本子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本子不一样？你学的跟我学的它不会一样了。所以说一个戏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，所以说咱们一边唱一边对，我觉得这是很严谨的科学态度。一边唱一边对，还严谨，听我的没错，听我的没错。啊、这就我就算上场了吗？那可不是咱俩一块儿出来呀、啊！你不单独给我一个出场的机会了。用不着这儿，你看我这，哎呀，我这你这样化，我得化化妆什么才合适？啊，这就化妆啊！我要跟你一块儿出来，我得化化妆，区分一下，我是艺术家，你是小演员呢。不都没收了吗？没收了，我就不许有个藏代私家的什么的嘛，是吧？哦，还留一点？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你化化吧，化化妆，还有点行头，你看。就得像干这样。好好好，要不然人笑话是吧？是是是是，咱们稍微的挂上点，嗯。哎呀哈！我戴着这帽子我有好多自信心，真的。哎呀，对，又回老本行了吗？您我特别自信。改厨子了吗？这不是谁还用这个呀？啊，我们这行都不使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再有条手巾您就更像了。来吧，咱们来呀，开始啊。哎，哼，这心气儿来了。我这心气儿可回去了啊。好，快来快来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来吧，上后出来。嗯特开抬抬抬，好嘛，你这老跟着我干嘛呀？你不让我跟着你吗？你跟着我也不能紧盯着呀。哦，行，怕你偷我们筷子。嗯，您这店里什么人都有吧？嗯，哎，我不是那人啊。是啊，哎，我主要是不放心说相声的。嗯，没有，别跟着我，就在后头就完了。哎哎哎、啊、哎，好，来，哎，啊，先生。谢谢啊。谁跟你客气了？谢谢。没有客气啊。不客气啊。那不行，我们必须客气，来人就得冲人乐。乐不行，您得说话。我还得说话啊。来多少？有来了。不是，我跟你上戏我怎么那么饿呀？这个
你那是没吃晚饭。什么没吃？你得少吃，你也糖尿病吧？我呀，甭往这再带我啊！这个，我告诉您，说话，我说什么？哎，管我叫主公。哦，来，开始。啊，先生，啊，公事，啊，驸马，哎，娘啊，什么戏呀？探母吗？什么探母啊？黄鹤楼啊？先来探母吧，戏小，要不啊？什么戏？不用，先垫一个，不要。早点呢是怎么着？你先垫垫，不用垫，不要垫啊，直接黄鹤楼。你什么主什么先生啊？你叫我主公啊？主公啊？啊，主公是干嘛的？什么都不懂，主公就是皇上啊。谁呀？我呀。好嘛，国家没人了。怎么了？你当皇上了啊？你上我这看替去都不够材料。嗨，您让我去我也不干那个去。是啊，我也怕你偷我包子吃。就叫主公。主公是吧？哎，啊，行，开始。嗯，啊，先生，啊，主公，东吴过江之事，你把姑啊害苦了。别缺德了你了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扫听扫听去，童叟无欺，知道吗？干这么些年了，我们也算老字号了。说十八个准，你数去。哎呀，姐，你先管一个，你砸我的锅。不是，行行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咱没亏过戏，是唱戏不是？咱们矫情吗？这不是谁跟谁矫情？您这老卖包子，你净抬杠吗？这不谁抬杠啊？我怎么着啊？废话，我您得唱，您得唱啊！哪儿我就唱了。废话，东吴过江之事，你把姑害苦了，打家伙呀！你这不冤枉我，我得解释一下吗？谁冤枉你了？你看净冤枉我的，就不许解释一下吗？不是，你说诸葛亮啊？您别说诸葛亮呢，诸葛亮怎么着？不是你，不是我啊！行嘞，开始。你瞧，这唱这戏唱的有什么意思的？这我觉得挺可乐的。那我陪着你们了，就啊，先生啊，公主，公主啊，不是有规定母猪肉不让使？哎呀，对，我说您这倒不是回民馆子啊。怎么没有听说过公主？不是公主吗？公主，公主啊！你觉得公主对吗？嗨，主公，你瞧，把我搅和乱了。你说我们这艺术家怎么跟这外行合作？是不是？你把我带沟里去了。有这功夫，四百斤面都揉出来了，是吧？您这费那大力气呢？你看这带沟里去了吧？说什么？主公，主公啊！啊，哎哎哎哎！啊，先生，啊，主公，东吴过江之事，你把姑哎害苦了。哎，行，没我什么事儿啊。别嚷啊！别说了。那怎么着呢？啊，打家伙呀！打什么？打家伙，扛啷才来扛，扛啷才来扛，啷才来扛，啷才来扛。恼恨先生理不当，苍！这罗老在腮帮子上受不了。紧跟着，好极了，不该哭，唱，哎呀，没唱呢，紧跟着吗？紧跟着也得再演上啊，这个哦，不该哭，苦海孤望，唱，东看虎穴，孤去闯，苍狼才来，苍狼才来，大饥荒，哪有这个？还有饥荒啊，这唱，行了，别打了，怎么着？山人送主公。我的该你说话了，这句我们早先就都给拉了，不这么说了。怎么了？你这个本子还有这个？什么叫没？压根有这个，啊，有这个。行，照你的来。送主公，错玩不下蛋，知道吗？嗯。什么词儿？这再来一句，你看忘了不是？龙潭虎穴孤去闯，苍狼才来，苍狼才来，苍狼才来，苍山人送之公。哎，诸葛亮啊！哎，有话说不要紧的。哎，哪有这么多碎词儿啊？嗯。客气气的，分明是送孤王难以还乡啊！山人送之公，免；山人送之公，免啊！还送之公，送我哪儿去你？给你送到屉里头去。好嘛，干嘛人肉的是吧？啊，不是说了吗？山人送主公吗？没听说过，该您唱了。打家伙，扛啷起来，扛啷起来，扛啷起来，扛。心中恼恨之国亮，李比孤王过长江，龙潭虎穴孤去闯，扛啷才来扛，啷才来扛，山人送之公，你这个人。